涉嫌机构槟城分局的保安前天以裙子不够长为由阻止一名女子进入。涉嫌机构今天澄清，他们没有相关规定，是保安擅自做主。涉嫌机构今天发文告表示，内部调查显示他们没有发出类似的衣着限制，他们对这次不愉快的事件并不知情。涉嫌机构表示，涉案的志愿警卫队 RELA 成员擅自做主，因此已经受到对付，昨天起被勒令停职，直到完成调查。新海峡时报报道，一名女子星期三因为裙子直到膝盖，结果被保安以裙子不够长为由阻止她进入涉嫌机构处理事务。报道也指出，涉嫌机构槟城分局回应，他们没有设定服装规范，但劝告民众衣着必须端庄，别穿背心或短裙短裤。